谢牌，来，你们要不要谢牌？不要分给我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男星霍建华昨天在机场遭代拍跟拍围堵，今天他戴着鸭舌帽及口罩，背着背包从机场通道走出，旁边似乎没有保镖，只身一人的他直接对着代拍镜头喊：“你们不要拍，现在拍，来，你们要拍，现在拍，不要拍给我。”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语气温柔却霸气十足，吓得代拍连连后退好几步。近年中国代拍明星非常盛行，许多艺人在机场多次遭推挤，造成现场非常混乱。往前走，往前走一下好吗？哎，带路。而这一次，霍建华直接上前跟代拍说：“你要拍，现在拍！”霸气举动让网友直呼，用着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最狠的话。